怎么搞的？才过去多久啊？又差点出事儿。支部长，这事儿不怪雪鹤，你别老让人批评我了。他是副处长，又是当班队长。要是他细心一点，完全可以避免的。支部长，我是负责人，我没有做好安全教育工作，这是我的责任。 我接受处罚，处罚，上次事儿还没完呢，这都一个星期过去了，找到原因了吗？支部长，我觉得这个事儿他就是不在我们徐城干，我觉得还是你干的呢，那他们信吗？支部长，规定的时间到了。 学生不能没有查清楚事实原因，男子汉的丈夫说到做到。老师，学生给您丢人了，我这就离开农场。刘董事长，你不能走。丰满的事是我干的。 你干的，那你说说，到底咋回事儿？支部长，那天，当班队长让我和吴大龙。 小煤窑有人瓦斯中毒了，瓦斯中毒？啊，不可能！瓦能骗你吗？哥哥，你给我拿一下，我有点事儿啊。 难道你就不知道封门的作用和重要性吗？我知道，我原想进去以后，再把门关上，可我进去就忘了。直到那天出事了，我才想起来，封门是我没关。那为啥现在才说？支部长，对不起，那天我实在太害怕了。对不起，包处长让你受委屈了。 您在生活中关心我，在工作中帮助我。要不是上次你跟领导求情，我早就已经被开除了。要不是今天你救我，我徐彻已经不在人世了。可我还差点害得您被开除。我不是人，指挥长，我错了，惩罚我吧。你是该受到处罚。唉，不过这件事啊。 总算是水落石出了，总结经验教训吧。这安全问题可来不得半点马虎。云鹤，这徐城啊，就交给你了，该咋处理，你来定。是。董事长，你打我吧，我没资格留在这儿，我更没脸留在这儿。
谁都会犯错，犯错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没有承担错误的勇气。方处长，原来你早就知道啊！你记着，有些错误还有改正的机会。可我们矿工要是在井下犯了错，恐怕这辈子都不会再有机会改正了。方处长，我这辈子给你做牛做马我都认了。行了，用不着当牛做马，你呀，堂堂正正当个人。来上工去。谢谢方处长，谢谢方处长。去吧。他要不来，这回你可真走了。我敢这么做，我就肯定他一定能站出来。方云鹤，懂什么呀？什么都不懂。我就觉得他还小呢，有人帮帮他。人这一辈子，有可能就是一念之差。所以你就这么便宜他了，啊？之前那吴大龙就是你纵容的结果，现在呢？这么下去，以后谁听你？我跟你分享个小故事。这故事呢，是小时候我爸给我讲的。说有一个小和尚，玩心特别重。耐不住寺院的寂寞，天天翻墙头出去玩去。这事就让老方丈知道了。有一天，这小和尚半夜都没回来，老方丈着急了，坐在墙头底下等着他。终于，这小和尚玩美回来了，翻墙头一脚踩在老方丈身上，这一下给他吓坏了，以为老方丈要狠狠地惩罚他。可是老方丈只说了一句话：“阿弥陀佛。”夜深露重，赶紧回房休息去吧。打那儿之后，小和尚自觉羞愧，潜心学佛，最终成了一代名僧。讲完了。讲完了。啥意思啊？意思就是说，要改变一个人，过程不重要，结果最重要。哎呀，方云鹤。你啥时候变这么善良了？我咋不知道？阿弥陀佛，你还要继续学习。嘿，怎么又扯我身上了？小和尚。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，我们的小井矿历时半年，今天呢，终于可以出煤了。感谢基建工程兵部队、全体子弟兵的大力支持，感谢我们全体职工的付出。今天呢，我们在这儿举行一个简单的剪彩仪式。下面，我们以热烈的掌声，欢迎我们的总指挥孟德耀同志致辞。同志们好！没想到。这么快就出煤了，在这里
我代表农场感谢大家，还要感谢基建工程兵部队全体指战员给我们工作的大力支持。真所谓军民团结如一人，试看天下谁能敌呀、啊、同志们辛苦了。请坐，请坐，先坐下啊，坐下说好，请坐，哎，请坐。老孟，你好，你练过现场办法，我们的形势非常非常紧张了，现在已经。啊，我们是机械厂的，如果没有煤的保障，我们的生产就不能继续了。啊，我是宋安铁厂的，等于说我们没有煤，我们直接都要停产了。你用不用想想办法呀？孟厂长，我们是盘龙日电厂的，没煤我们发不出电了呀。老孟啊，我是城南铁厂的，我们那个炼钢啊必须要有煤啊，如果你不帮我解决点煤的话，我那个钢是啊。同志们听我说，大家伙的困难呐我们也知道。是这样，我们小井矿啊这出煤量不大，主要是为了解决啊矿区的内部需要，如果有剩余的话我们会考虑出售给你们的。来住！听我说一句啊，你们的心情我们可以理解，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们，下一步咱们矿准备计划扩大生产，就是为了满足咱们各行各业的需要啊！希望大家耐心能等待三个月。三个月，三个月，啊！我看了，这样，一个月咋样？一个月。行，一个月就一个月。那好，一个月以后到这儿来找我，我们来找你。那好，就这样说定了，大家伙啊就先请回吧。那就拜托了，拜托了，那时间都是回来找你啊。哎，好，拜托了，拜托了。啊，那我们打扰你了。好，老孟，一个月的时间太紧张了吧。老三，咱啥硬骨头没啃过呀？那是。放心吧。哥，啊！哎呀，快点吧，走吧。干嘛呀？去哪儿啊？看电影啊。这刚几点啊？哎呀，那早点去呀，咱们得占个好位置，要不然就让别人选好了。
这是啥呀？花生大枣，还有野蜂蜜水。哇，你想的真周到。坐。来，喝回去。花生。哎，我这边放啥呀？吴大龙啊，哪儿都有他。可不就是？哎，吴大龙啊，你个高，上后面来坐来。啊，对，个高的坐后面。哎，好，哎，如果是，如果你吃吧，你吃吧，不要，没事。你在做啥子嘛你？啥子？关你什么事？关你什么事？那石头扔别个女娃娃，是不是你在扔？花生，花生，你刚才用的就是石头。有证人吗？有证人。我就是证人，我都看见了，扔好几下了，没好意思说你。我也看见了。行，你们一会儿盯着我上。来来，玩命是吧？打我来，老子打你！放下！来来来，住手！来来来，住手！别打我！别打我！别打我！不打我！干嘛呀？到底怎么回事？他们用石头扔别个女娃娃，给我逮到了，都是吴大龙。你干嘛了？哎，我整个花生开个玩笑，不就是说用你这个样子开玩笑了呀？那我这个花生是耍流氓，我放个屁还是地震的？哎呦，大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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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住手！老子打架就不好了呀！住手！住手！来来，兄弟，干什么呢？我就打他，咋回事？还动起手来了？指挥长，他用石头扔别个女娃娃，被我抓到了。别在这影响大伙看电影。你，你，去我办公室。看完电影再去。哎呀，走啊你！这还有他呢！你走人你！行了，散了吧，赶紧看电影，该坐坐坐啊！吴大龙他脑子坏掉了呀！行了，坐吧。别推我，别推推推，咋样呀？推你！站好了，站好！还有你，简直是胡闹，乱弹琴！拿个镜子照照你们自己，还有个人样吗？指挥长。是他拿石头去扔护士，他在耍流氓。没有人，我亲眼看见了，算了啊。我想和他们开个玩笑。有你这个样子开玩笑了吗？你看看看看他那个样子，那就是个流氓嘛。你才流氓呢！就算我开玩笑过分了，你也不能当那么的面面打我。你打你怎么样？我现在就打你，告我！哎，怎么样？站住！没吵够是不是？要是没吵够，给我滚出去！容不得你们胡闹这儿。吴大龙，你这种行为不是耍流氓是啥？早知道你这样，当初就不该把你留下来。还有你，亏你还是个当过兵的人，当时在部队就这样守纪律吗？这个月你们俩的补助没了。指挥长，哎呀，我找个人。指挥长，指挥长，你怎么了？哎呀，让你们给气的。他们呢？还送医院了？哎呀，王三，都送去医院。哎呀，站到像个傻子，弄弄。啊，这是真主的恩赐啊！年轻人到哪去啊？我到沙地尔村口。啊？哦，咱们是一个链子上的骆驼，
到一个地方聚集啊。请问看到林医生了吗？林医生在那里边呢。林医生，你快去看看，孟指挥长晕倒了，快去看看，在医院。嗯，孟指挥长。哎，哎，玉哥，啊，怎么了？林指挥长进医院了啊？向您祝贺。书记要是有事情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咱俩的事儿，你怎么推给我一个人了？你，经理，怎么样？现在刚才连医生已经来看过了，输液已经打上了。好，你去忙吧，这有我呢。老师，你没事吧？老师，哎呀，你说，现在感觉怎么样了？没啥，就是胃有点疼。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书记在教训我们两个，结果他在顶嘴。书记生气嘛，捂着肚子嘛就不行了，肯定是他气的，绝对是。哎，孟书记，你看这，孟书记，你看他，他在打我。哎呀，行了，你等我去找孙长。孟叔，哎呀，又把孟书记气犯病了。孟叔，对，我再给你检查一下啊。哎。这儿疼不疼？这儿不疼。这，哎，对，就这儿疼。唐秘书，你怎么不拦着点儿啊？我也没办法。这儿疼。何护士，袁来福啊，这大早上的地上这么凉，你坐在这干什么？是吧？方处长呢？他到食堂给书记打早饭去了。早上地上太凉了，赶紧起来吧啊！哎，没得事，赶紧起来吧。真的没得事啊，你去忙嘛。你这个人可真倔，那明明是你自己做错了事情，你还在这怄气。我哪里做错了嘛？你打架就是不对的呀。那我看到武大龙欺负别个，我不能不管噻。哦，那武大龙欺负人是不对，但是你不能一点文明都不讲的呀。你有话好好说的呀，好不好？你不能动手打人的。我哪里不讲文明嘛？我是见不得别个欺负你，哪个欺负你，老子就打哪个。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反正见不得别个欺负你。算了，不跟你讲。何护士，何护士。是我打个饭的功夫就睡了，老师呢？啊，走了？走，走哪儿去？胡说八道，睡懵了。行了，你们也别在这熬着了，回去休息吧。啊，我没事儿，不困。再说他这不刚睡完吗？老师得了什么病啊？初步诊断是胃溃疡。啊？那严重吗？说严重也挺严重的。就得好好在这儿住着，好养。没听说过老师以前有胃病啊，怎么还溃疡了呢？你们的老师你们还不了解呀？他胃疼的不是一天两天了，就是忍着不告诉你们，怕你们担心。他呀，就是要工作，这有一对没一对的，还加上熬夜，
再好的身体也被他熬坏了。那咋办呢？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呀。哎，把阿姨叫来吧，让阿姨来照顾老师。想什么？哎呀，你秘书交代过了，不能告诉阿姨，听见没有？哎呀，这儿有我呢，我会照顾好她的，你就放心。打的什么呀？我老是打点粥，醒了没有啊？没呢。你们几个嘀咕什么呢？都进来。哎呀，别想了，别起来啊！刘哥，哎，文忠，哎，扶我回办公室，我今天还有个重要会要开呢。哎，老师，您现在什么都别想啊，踏踏实实把身体养好了。一会儿我去通知范厂长，你快先躺下来。那咋行啊？这会影响生产的。哎呀，老师，您都这样了，怎么不爱惜自己身体啊？刚才在外边，玉萍都跟我们说了，您这长期有胃病，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呀？您不要因为工作忘了吃饭。您知道您得什么病吗？胃溃疡，严重下去是什么呀？胃穿孔，更严重是什么呀？肿瘤。少吓唬我，有那么严重吗？有这么严重，而且没吓唬您，在医院我说了算，您今天哪儿都不能去，只能待在医院里。哎呀，这可咋整？这不耽误工作吗？这老师，农场这么大呢，有这么多人，那还有范厂长，还有我们呢。您呀，就踏踏实实养病啊。来，先把这粥喝了。云鹤呀，嗯，小井矿那边咋样了？小井矿已经恢复生产了，您就放心吧。得赶紧喝粥啊！云鹤，文忠，嗯，帮我呀，多看着点，那小井矿那边就交给你们了啊，别出岔子。老师，您就别操心了，您现在最重要的是养身体，不会有事儿的啊。您赶紧喝粥，喝粥。吃的多，我现在不饿。我饿。你一边去。我饿呀。不给。哎，对了，方主任，有个事儿还得谢谢你。我现在呢，分单间了，多亏了你。那不挺好吗？赶紧把媳妇儿，把我弟妹接来吧，俩人赶紧团聚团聚。我都已经发电报了。估计现在啊，已经在路上了。王队长，一山这小子给老婆藏馒头那是吧？是不是？是啊。老婆的馒头要藏，自己还要干活，也不能饿肚子。那行，谢谢方副处长。哎，您别，哎，干嘛呀？往回穿呀？是不是？你老婆吃多少馒头啊？老婆能吃。
医生，你老婆是不是长得特别漂亮？我老婆那可以说老漂亮，用我们东北话讲那叫贼拉漂亮。起什么？起什么哄你啊？你看，你看，我代表兄弟们有个要求，等你媳妇来了，让我们都饱饱眼福，只上眼不动手，行吗？去一边去，你还想上手咋的？去去去，别起哄，吓得。哎，医生，咱俩商量事儿。我一天给你一个馒头，你让我看你媳妇半个小时怎么样？你啊，一天给我半个就行。真的？真的。兄弟们，兄弟们，都记着了，你看我三小时。我看你，啊，不行吗？呸！我细看你啊！你看你啊，医生，真羡慕你。羡慕啥呀？你也把你媳妇叫来啊？真是的，东哥，你都结婚这么长时间了，再让大家见见媳妇吧，舍不得呀。啊，接过来吧，我也给你申请个单间。我媳妇是个粗人，找不到路。啊？嫌弃媳妇了，绝对嫌弃媳妇。谁嫌弃谁啊？我这满脸就剩一排大白牙了，谁嫌弃谁还不知道呢。那你就更应该让你媳妇儿赶快来看看你的大白牙，过几年大白牙都没了。我媳妇儿是乡下人，家里的鸡啊羊啊养了一大群，走不开啊。东子，找个农村姑娘好啊，农村姑娘善良贤惠，活还好。老流氓，三句离不开老本啊！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我说的是农活干得好，凡是孝的人，都想歪马。我随便想。包处长，哎，跟你说个事儿呗。嗯，那忙完了这段时间啊，钱我也想跟你请个假。怎么了？家里的那个老母啊、老婆呀，想回去看看，然后还想要个孩子。行，这段时间吧，小警官刚成立，事还有点多，等完成了第一阶段的任务，我准请。谢谢包处长，谢谢包处长。包处长，我也想请假。你要干嘛呀？我也要回家生个娃。小屁孩，你生个粑粑你！哎，我跟你们说听成了没有？咱们的二姑娘徐成要回家生娃了，你回家，我和你生个娃。哎，沈峰，你等会儿，这搞错了吗？你等会儿。同志，同志，有人吗？你好，你找谁啊？啊，你们领导在吗？我们领导上矿呢，你有什么事吗？我看你们那写的是农场，这是煤矿厂吗？是，我们这里是煤矿厂。你到底有什么事儿啊？我找刘一山。刘一山？刘一山是谁？啊，我是刘一山的媳妇儿，我叫刘小芳，从东北来的，他写信让我过来的。他是盘河岭小井矿的工人。这样，工人还没有下班，不过快了。我帮你去打个电话，你进来坐会儿。哦，好，谢谢，不用了，我就在这儿等。行。刘医生，刘医生是谁啊？刘医生，来拉我一把。刘医生在吗？啊，我是刘一山。你媳妇儿在门口等你呢。真的？赶紧去吧。你媳妇真来了？真来了。那你还愣着干嘛？赶快去啊！你不去我去哪？不，我现在就去。洗把脸，不然的话你媳妇认不出你是谁了都。
我呀，一山呢，咋的不认我了呢？哎，真是你啊！对呀，你吓死我了！你咋现在这样呢？又黑又瘦的。这不刚下班吗？脸也没洗，衣服也没换呢。来来，把东西给我。撑死了，累坏了吧？一跳。这谁孩子呀？没良心的，谁在你心里没数吗？我的。你走的时候我就怀上了，谁知道咋联系你啊？这多久了？小半年了。小半年了都。来来来来，给我抱抱，来来来。您身脏的。行，那走吧，回屋洗洗。走。媳妇儿。嗯。我这盼星星盼月亮，总算给你盼来了。你想我呗？不告诉你。干啥呢？哎，你说你啊，生孩子不跟我说，生孩子都这么久了还不告诉我，你想干啥？我咋跟你说呀？谁知道你在哪儿啊？你要不写信给我，我寻你死外面了呢。哎，媳妇儿，媳妇儿，我错了，行吗？啊，别生气了啊。哎，你看。看啥呀？回去吧，别看了啊。啊，媳妇儿，男孩女孩？男孩，小子。真的？嗯。我看看。哎呦，长得像我。谁像你？你瞅你一脸黑不溜秋的，我们才不像你。我洗洗不就白了吗？来，快走吧，到屋了。还瞅啥？回去吧。到了。咋的了？咋不进来呢？你就在这儿住啊？这是我们算好的了。你不知道早来那帮人啊，住这个帐篷，还有那个草棚子，就是因为你来了，特殊照顾，知道吧？快进屋吧，啊！媳妇儿，来。不是，你们就住这儿啊？啊。这两天吧，雨水也多，下班也晚，没有时间收拾。骗子！咋了？咋骗你了？不是，你在心里咋说的？你说的天花乱坠的，说的跟世外桃源似的。刘一山，你就是个骗子！我告诉你，俺虽然在乡下长大，那我也没住过这么破的房子啊。这日子没法过。不是。哎，欢迎欢迎，热烈欢迎，见证大团结，媳妇儿来支援，生活比你甜，加油看看看。孩子睡了，小点声啊，小点声。李飞来了，李飞，哎，媳妇儿，李飞好漂亮啊，刚来。不好意思，健身人呐，有点儿。大伙儿别愣着了，进屋坐吧。啊，进屋坐。进屋，孩子睡了啊，害羞吧？对对对，害羞，不好意思。来，媳妇儿，来来来来来来，来，我给大伙儿介绍一下啊，这是我媳妇儿刘小芳，媳妇儿，这是我们小井矿的方副处长，这是夏队长，你好。这些呢，都是我们以前住一个宿舍的兄弟们啊。这么回事儿，这不是弟妹来了吗？嗯，大伙儿都挺高兴。矿上没啥好东西，每个人准备点小礼物，弟妹别嫌弃。谢谢啊，谢谢大伙儿，谢谢谢谢。你看，床垫新的，准备结婚用，一直没媳妇儿。先给你用，铺上新床单，感觉不一样。谢谢谢谢，大家伙都破费了啊！别破费了，你还客气啥？弟妹啊，这矿上苦，这能有家属来探亲呢，这说明弟妹觉悟高，感情好。你看，现在建设初期阶段，你啊也别太在意啊。过不了多长时间，这大高楼就得平地起，你看着吧。对对对，住这儿啊，只是一个过渡。啊，我们矿上现在正在盖这个砖房呢，以后就好了。对对对，以后就好喽。听到没有？困难呢都是暂时的，以后都会好的，是不是？是。啊，没事没事，让大伙费心了。哎，大伙快坐坐坐。哎，一山，快给大伙倒点水，
快坐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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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坐抓紧时间完成任务。撤撤，喝点水呀，再走。不是，咱坐一会儿，来了坐一会儿呗。哎，这忙，哪真不坐了？悠着点啊！好嘞。行，谢谢兄弟们了啊！窗户关了啊！哎，好嘞。